主料红白糯米80克，辅料蜜枣、桂圆、花生、西米露、冰糖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原料红白糯米、花生、桂圆、蜜枣、西米露，淘洗干净，电饭煲内放适量水，倒入以上原料，插电煮至米粒开花，粥汤稠浓，然后再加入几颗蜜枣、冰糖煮一下，然后把开关调到保温上，再焖十几分钟即可，香味浓郁，营养丰富的太子粥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，做好的粥最好再多焖一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